在2009年的时候 ，Porsche 推出了第一台前置引擎四人座的豪华轿跑车 Panamera， 在当时呢引起市场一片哗然。当然，很多 Porsche 迷呢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实，但是不可否认的，现在 Porsche 还是许多大男孩心目中的大玩具。当然，我也是。忘了告诉各位 ，Panamera 不只适合前座买家，也很适合后座买家，因为我们今天要试驾的是 Panamera 4S 加长版。Panamera 在台湾推出的车型总共有10种，从440万到1000多万。种类非常的多，那么我们今天要试驾的是中高阶款830万的 Panamera 4S 加长版。首先我们看到车头啊，这次小改款，在车身来说呢，它的变化并不大。从车头看，你很容易就可以认得出这是一台 Porsche 的车款。当然，你可以从它的盾形的厂徽，还有它圆圆很可爱的车灯，还有它引擎盖上强力的肌肉线条认出来。其实它辨识度非常的高，保险杆下方3孔的进气坝，但是并没有雾灯的配置。我们来看一下灯具，灯具的话是双 HID 是标准配备，但是呢这一台车选配了双 LED 的近光灯，周围呢一圈是日行灯，下方呢是远灯。保险杆上面呢整合了方向灯跟小灯，车侧的叶子板上面整合了方向灯，而且跟下面做一个整合，做成一个类似回力标的散热起孔的造型。上方呢，做成它的腰线一路延伸向后。轮胎方面，这个轮框标配19寸，不过今天这一台 Panamera 它搭配的是选配的20寸轮框，它的轮胎尺寸前后配，前面是255/40ZR20。后面的尺寸是295/35ZR20。那整个车身的尺寸呢，5.1公尺，在加长版呢，它的轴距更来到了3070mm， 是一个庞然大物。那么选配的套件呢，除了轮框，还有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油箱盖，非常的精美。车尾的部分，虽然这一台 Panamera 是4人座，不过呢，虽然它的车身加长了，但是从屁股看上去，你一眼就可以认出它。毕竟它的美臀丰腴的屁股是他们家的招牌。后方呢有一个电动开启的尾翼，在高速的时候它会自动开启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手动来启动它。灯具的部分，它是采取类似平行排列的设计方式，在我的左手边这一个灯具呢，下方整合了雾灯、倒车灯、方向灯，后尾门中间有一道折线，牌照框的设计是在车尾的下方，让这整台车看上去呢可以更丰腴、更低、更有跑车的风格。排气管双排双出。后行李箱的开启方式呢，在尾翼前方有一个按钮，按下去之后会做一个电动开启。开启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行李箱的空间，因为它的开口高度有点高，如果是重物的话，是要耗费一点力气才可以放进行李箱。那它的深度表现跟宽度表现都不是特别的厉害。它的椅背呢，也可以做一个向前倾倒的动作，不过中央扶手是没有办法倾倒的，所以这个在空间机能上面啊，会稍显扣了一点分。不过我相信 Panamera 这一个部分绝对不是它强调的重点。这台车不只有 Keyless， 而且它的钥匙造型非常的可爱，是一台 Panamera， 而且它的钥匙孔是在左手边。 Porsche Panamera 它的内装，你用正常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你会觉得它非常的高级，非常的舒适，它用上了皮革钢琴饰板，但是你换一种角度来看，它已经精致的像一件艺术品了。
那么一般性能车其实它在布局整个车内质感的时候，它会用上很多碳纤维饰板，但是在这一台 Panamera 上面你却看不到啊，它选择的是另外一种皮革啊、金属饰板，还有刚刚讲的钢琴饰板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它选择的是跑车化的座椅，其实它想要强调的就是它的车子不但舒适豪华，而且性能兼具。首先这张座椅它是跑车化的座椅，一般来说对跑车的座椅第一个概念就是不好坐，但是其实它非常的好坐，尤其是它的支撑性非常的好，它电动调整可以调整成每一个人都合适的坐姿。前方有一个三辐式选配的方向盘，上面有金属饰板，左右边呢没有任何的快拨键，不过当你按下 Sport 或 Sport Plus 的按键的时候，上方会亮灯哦，来提醒你现在操驾的模式。后方呢有换挡拨片，而且是金属质感，它的质感非常的棒。前方有五元式的仪表板，最左边上面是机油的温度，下面机油压力，在右边呢是时速表，中间是转速表还有档位，在右手边有一个电脑的行车资讯幕，里面呢可以用这个方向机座上面的拨杆来操作它，你可以看到很多资讯，包含了导航，还有彩色的地图，跟电话连接，还有旅程电脑，还有现在的胎压。在右边呢是水温表，下方呢是油表，在中控台上方呢有一个选配的跑车化的计时套件，它平常呢就是一个时钟，但是呢你可以透过这根拨杆来做一个非常有趣的，就是单圈的计时功能。你们看到它在跑，然后可以把它停下来，就可以知道你这个单圈的速度是多少，这也是一个选配的套件。下方呢有一个大概5寸到6寸的彩色萤幕，而且它是触控的，不过很可惜它并没有中文化，所以呢就算它有导航，但是全部都是英文的，这个在使用上面呢是会有一点不便的。当然它同时也可以跟手机做连接，好，听收音机，看地图，但是一切都是英文的。哎，你先不要讲话。好，下方呢是调整音量，右边的旋钮呢是可以操控这个彩色萤幕，不过当然同时你也可以使用触控的方式。在下方呢是双区的恒温空调，在下方呢你会看到非常多的按键哦，可以调整的功能非常多，包含了风向，还有这个电动风扇的座椅，还有加热功能，下方呢还有操驾模式，还包含了这一台车的主动式悬吊的调整，包含操驾模式跟软硬的程度，还有车辆高低都可以在这边做一个调整，还有行机系统。中间呢搭配的是 PDK 的这个变速器哦，它的质感非常好，包含它的回馈的手感也都非常好，上面是用皮革来包覆它。那么看看副驾驶座前方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置杯架，它有两个，而且开启之后呢刚好在冷气前面，所以呢可以做一个饮料的保冷的功能，其实蛮可爱而且非常的精致。哎，收好。这一台 Panamera 它是加长型的，它的轴距加长了15公分，他们就是想要把客群瞄准在后座买家。我现在已经坐进后座，各位可以看到我的膝部空间其实是非常的宽裕哦，达到两个拳头。如果老板坐在后面觉得不够宽敞的话，这边还有座椅可以操控前方的座椅，我可以获得更大、更宽裕、更舒适的空间。我甚至可以很轻松的在后面翘脚，然后请司机载我到定位。那么后方呢有双区的恒温空调，可以调风量的大小、温度。那么在 B 柱上面呢也有冷气出风口，可以让老板在后面很舒服。不过就是唯独这张跑车化的座椅，它稍显有点硬了。以后座买家车来讲的话，这样还不够舒适。那么这边呢有置物空间，这边也有简单的收纳空间。这边呢有置杯架。下方有烟灰缸，如果你不抽烟的话，拿起来就变成置杯架。当然，同时后座呢也有
ISOFIX 的儿童安全座椅插槽。今天要试驾的是 Panamera 4S 轴距加长版本，搭配的是一具 3000cc 的 V6 双涡轮增压引擎，最大马力420匹，在6000转的时候会产生最大扭力520牛顿米，在1750转的时候会产生，搭配的是7速的 PDK 双离合器自手排变速箱。这具变速箱虽然它的本体是手排，但是今天在市区开起来，其实它在衔接的震动抑制上面呢表现相当不错，所以在市区开起来其实相当接近自排，开起来非常的平稳。这要归功于它搭载的主动式的悬吊系统，它不仅可以调整你阻尼的硬度，它甚至还可以调整车身的高度来迎合各种路况，这样更适合呢开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面，其实开起来非常的舒适，非常的舒服。这样的配置呢，也让他们更接近了豪华舒适的大型性能房车。不过这样的车开在都市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的车太大了，它的车长5.1公尺，开在狭小的都会当中啊，其实要小心一点啊。尤其如果你开习惯短车头的话，那么你第一次坐上这一台 Porsche 的话，你就要特别小心，因为它车头非常长，你要小心它碰撞，距离要拿捏得准。再来呢，你要有很好的停车技术，在都市找到一个停车位要塞进这一台庞然大物，那可是不容易。主被动安全配备10具的气囊，包含前双座的膝部气囊跟后座的侧边辅助气囊。主动安全配备3合1的刹车系统、车身动态稳定系统、胎压监测系统，还有斜坡起步的辅助系统，非常的齐全。每一次在试车之前，我都会在家预设立场，想一想今天要试的车，它开起来大概是什么样的感觉，模拟一下。大家知道的 Porsche， 它的拿手好戏911后置引擎后轮驱动，但是今天这一台 Panamera 前置引擎四轮驱动。再加上它的轴距长达3070mm， 其实非常的长哦。再加上它的车重2000公斤，其实我对这台车的车身动态表现并不是非常的乐观哦，毕竟有很多物理的极限在。这么大的车，其实操控起来也是非常困难。直到我现在亲自在山道上测试，我才知道原来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。虽然它没有突破，但是它克服了很多事情，让这一台庞然大物在山道上奔驰起来依然非常的犀利啊，不拖泥带水，让人很惊讶。你想想，车重2000公斤，但是在弯道的时候，甚至它的推头现象很少出现。我觉得这是因为它的四轮驱动让整台车更稳定，而且它的车身配重比呢，并不会因为引擎在前方，所以重量都只集中在车头，它的车尾跟车头它的重量分配是非常不错的，所以它开起来非常的均衡。动力方面更不用说，它的强大马力跟强大扭力哦，要推动这个2000公斤的车身哦，绝对是绰绰有余，不管是上坡道还是下坡道。那么它的车身动态稳定系统介入的时机哦，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，不会突如其来。所以这整个搭配下来，让你在山道上，即使是开着这么大台的车，但信心满满，不会畏惧它。那么这具 PDK 的变速箱呢，我觉得它甚至比 DSG 变速箱更高一层，非常的厉害哦，贴背感非常强。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2吨重的怪兽在山道可以有这样的表现吗？奇怪，这里面是有藏什么是不是？你看它的过弯，甚至比一些中型房车、大型房车还要稳。这么大的怪物，奇怪，真的很奇怪，稳到一个不可思议，真的是要向德国人致敬这样。呼呼。试驾到最后，分享心得给各位。今天一整天下来啊，其实看到了 Porsche 对车身调教的功力哦，非常让人激赏。尤其是这种豪华舒适的轿跑车，
你究竟是要靠近舒适一点，还是要靠近性能一点，其实它的分寸是很难拿捏。但是我相信各位观众今天跟我一样，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演绎啊。不管是它的外观或内装、变速箱等等，其实你很难去挑剔它。但是如果真的要挑剔起来的话，我必须为老板发声。其实我觉得后座它的发泡棉稍显硬了一点点，而且它好像少了一张桌子，少了一个多媒体影音的萤幕，让老板在代步的途中呢，也可以享受一点视听的娱乐。这就是它比较美中不足的地方。Panamera 4S 加长版，虽然它的定位是在后座买家的课程，但是呢，经过 Porsche 的调教之后，不管是坐在后座还是假日在前座自己开，都非常有乐趣。经过 Porsche 的调教，也让这一台定位在后座买家的四门豪华轿跑车充满更多无限可能。我是依晨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